标签没打上，你没约老铁给你打标签呗，然后你的内容或者是不吸引人呗，你得看你自己。拍作品，哎，我的那个如何把生活账号转变成创业账号啊，说的断断续续的，我今天无语了。你别无语了，你在这儿。哎，那个我刚才说到的是自我介绍，然后是拍作品，作品有口播的，有那个对口型的，有记录生活的，最好是拍口播的。哎，口播的话呢还有三种，有预告的，有引流的，和那个知识分享的。前期的话呢我们可以拍一些引流的，你这个口播拍的内容跟直播间内容垂直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帮你直播间来导进来流量，你能够拍好作品的话，你就不会经历零人个位数。你们可以看这个啊，有人天天见我在孙孔刘直播间停留，应该有几个共同的朋友哦。
人设吗？我就是一个宝妈，然后呢，我就不需要弄得那么专业。你想想，宝妈都是一边带娃，一边照顾家，一边再来干这个东西，她无法抽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搞这个东西。所以说，那你就拍差不多就行，不需要那么专业。